亲兄弟才能算账呢，更何况咱俩又不是亲兄弟。对，嘿，谢谢老板。这叫服务意识。我问你，圣诞节要到，我送录像厅什么好？哎，疼！疼吗？疼吗？疼，真疼，真疼。真疼啊！真疼。我怎么看不出来真疼啊？你看这，哎，你给我完好如初的一条胳膊。啊？哎，我找找。学校。注意感觉啊！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不是让你横行霸道的。你当你还在幼儿园吗？全班都要让着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回家告诉你妈，今天我打给你了。去吧，你妈的好儿子。这位同学，以后你说话可以不要靠这么近，妈。我看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很在乎林子明，是那种超出友情的在乎，所以把自己的心擦亮，去看清你该看清的事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你是真心喜欢过我的，但你想追求的未必就是最好的，而在你身边的，你从来未曾察觉的，那才是最好的。谢谢。替你开心，虽然我可能会难过很久，但这样至少不会伤害两个人。我会忘掉这种感觉，直到不会心疼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我很好，还可以。再见。再见。程一，替我祝林子明生日快乐。好，看，挺好啊。